手把铁链一定要抓好，这两个地方很陡的，连续的啊。好，很陡了，走了。前面非常非常的陡，导游都要小心一点，连续的陡。对对对，我的脚也会抖。哎，对，江林，我们知道你很陡。你要走吗？这个地方非常危险，前面很陡，连续的陡坡。对，站起来。我用这个的。哎，我往前来看看。不对。哇。你背包安全带上，你想带那种螃蟹走路的哈？脚上侧边有没有？螃蟹走路就好，手摸后面，人往前走，像我这样子走就不会了。对，会不会侧面走？侧面走会不会？这样子，侧面走。侧面走，身体往后仰就好了。啊，你不用蹲着。或者倒着下。对，不用蹲着，你像妈妈这样。我不要看后面，好好，不要看后面。对对对对对。这样不行的话，你们倒着走。你这样子不行啦。好棒哦。